各位观众乡亲，大家好，我是丁贵族，欢迎收看《观林新闻》。洛水溪出海口生态创新基地可处理单整体环境改善工程，到目前为止完成大约八成。今仔日，县长张丽生甲第四河川局局长以及多位贵宾来到现场会勘目前的状况。官府表示，预计工程完工了后，未来将会结合南来草岭以及口湖等等军人重点的生态观光区，打造军人历史的观光形象。第四河川局为着降低云林的防飞沙空污，除了进行落水溪防飞沙防治计划，未来第四河川局进一步来展开落水溪利弊化可处理提单，将会是指标的工程。目前已经完成迎宾的工程，以及看日头独山的平台，总面积大约二十公顷，将会来打造一个结合地方创新的生态观光场所。那我们这个工程非常重视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那个我们是跟 NGO 的一个在地智慧、在地乡亲的一个民众参与哦，把在地智慧引出来哦，从阳城时代开始到这个工程所有的地方创生的元素 DNA 都盘点出来融入。第二个呢叫做自然工法，这边我们所有用的一个土方通通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浊水溪里面的一个河中岛，本来的红白沙的河中岛，我们把这个河中岛围起来来囤我们家的这个基地哦。那这样子呢，一减二减，除了解决扬尘问题，第二个也是我们节能减碳的做法。那最后呢，我们这边因为生态非常的好，这边呢扬尘也获得了改善，我们也跟地方开始启动地方创生的计划。那在这里我们一定要遵循国际上面的永续发展 的目标啊 ,SDGs, 哦，现在我们盘点起来17项里面有10多项都可以来符合，我们一定在这边来落实来推动。另外县长张丽生表示，未来将会结合四湖、口湖、台西、水南以及北港等等的沿海景点，来打造一个分析国家级的风景区，来带动云林沿海整体发展。我们卖鸟的这个浊水溪出海口的鸟类生态，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主角哈。那另外呢，我们在口湖以五至红池的湿地生态，也是我们要扮演很大的这个角色。那包括我们呢林内的这个八色鸟以及紫斑蝶哈，那我们这样的生态我们会好好的来发扬哈。那甚至呢我们在草岭的这个地质景观的这个生态哈，那我想生态视角哈，我们就会好好的来琢磨哈来增加更多的观光量能哈，让我们乡亲呐包括外县市的乡亲都能够来这里看看我们呐这个最漂亮的这个夕阳。落水溪出海口的整治对云林西海岸整体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也期待在相关工程完工以后，可以来带动云林整体观光发展，更能来提升在地乡亲的公共生活品质。云林新闻综合报道。